推出之后啊，不只说在这个内地的视频网站，大家是在搜寻，哇，超过5-6万人，每天在增加。那在台湾这个地方呢，还创造另外一个风潮，主题曲还有片尾曲，大家都想知道说到底是谁唱的。PTT 网站一直查。今天我们把它找来了，我们来欢迎演唱主题曲的人，他叫做 B， 掌声欢迎 B， 今天带来的小礼物要送给大家。来，我们这个请 B 到现场来，我先帮你们拿着麦克风，你可以打开你的小礼物。来 ，B 看着大家好了，来，不用看着我。这是两批醋，那对，一批是人参醋，人参醋写的必胜，好，它叫做 B， 希望大家可以必胜。希望大家就是中演就是影视剧。谢谢，好，希望大家可以收视长虹。另外一罐是这个玫瑰醋，对，里头是红红的东西。好，哎，明道过来了，请明道跟景华，哎，大家一起过来嘛，代表这个来收下来礼物，来，来照个相，照个相，耶、yeah。好 ，B 呢来自韩国，他特别送来了这个人参醋，那么希望呢，人参嘛，都希望步步高升，希望必胜，那希望你能够这个汇集人气，希望我们在这个推出之后，收视率呢一集比一集好，这个延续着我们这个偶像剧的这个辉煌的成绩。好，必胜，我们找 B 来唱歌真的是很棒。